大家好，今天起个大早去家附近一个水库。自从 COVID-19 出现以后，从来还没去过。今天要去试试有没有 crappies。到了之后，很快用一寸的 GoPro Nano 钓了一条 baby crappie。我今天准备用这个 crappie 的 skin， 用鱼皮来钓可爱皮，看看效果怎么样。基本上没有肉，就是头上一点点肉，后面就挂着一条细长的鱼皮。我一般喜欢扔在这个桥的桥底下的阴影部分，我感觉在阴影的部分好像可爱皮稍微多一点。沉下去大概5到10秒钟以后，我会慢慢的抖动那个鱼竿。有咬口，第一条用 skin 钓上来的皮皮。Little这个水库里的可爱皮都不大，不过蛮多的，也蛮有饭的，差不多2个小时就钓到了15条的 limit。 好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次再见。